姐。这边还有人，这边还有人，我们超级美女张本煜小姐，啊，小潘潘小姐，还有我们超级永远帅哥小薇的老公啊，黄品源。哎呀，厉害了，厉害！今天呢，大姐来到这个地方叫什么？屏东。屏东这个叫内埔乡了。耶。哎呀，这里啊，最好的除了风光景致以外，还有它的人情味。林公来点票。看嘛，那个感觉就厉害了。还要再加一点，不光是不是啊？是啊，不要嘛，家孙女好不？哇，贵桥，有于大哥，贵桥，于大哥，卖我别够了。哎呀，大姐今天来是肯定是啊，哎，有一个新戏要跟大家报告，介绍一下。11月要开始播出，哎呦，婆媳过招千百回。过招是于大哥吗？没有，是我的儿子。哎呀，我多想演这个角色啊！是我的媳妇儿。虽然现实，现实生活当中没有办法做到。他头那么大，什么话？大嫂是开玩笑的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我生出来的都是这么精巧的，只有你我生不出来。对呀，我是你跟你人生，人怎么可能生出鬼呢？对不对？不过今天很厉害了，还有我们小潘潘，小潘潘特别来这个义务帮忙的。对呀，没有新戏，也没有新节目。最近人家有节目，节目很好，节目对，就是那个有那个有记者在里面上身的那一个嘛。对，那个没关系了。还被罚钱。那个对，那叫最新专辑。对对对对，情人，情人，好好听哦。你是我的情人。这样超哎。还有还有，过去你曾经爱过我。怎么样，阿伯哥哥？哎。大姐，大姐，天下文章一大抄，你还敢讲人家的？你那个什么烂兵变怎么唱啊？所以等我回来。天空正好下着毛毛雨，我在站梯上等着你。轻轻我就进了，万重牵挂，轻轻。不是唱的，但是。那个学于大哥唱有吗？不管相信过来真是，哇塞，真的有这样子，真的真的。狮子路口规则说明：这是一个边走边吃边吃边玩文字接龙的游戏，参赛者必须想尽办法以同音或谐音的接龙方式，将每一道食物的字尾接到下一道食物的字首，并且将每一道食物吃光光。当吃到第五道，裁判官会将谜底食物公布出来。此时，参赛者必须想尽办法接到最后一道谜底食物。时间吃完的队伍即可获得本周的超级大奖。本周谢剑队派出的是李亚平、张本煜，康康队派出的是黄宇元、康康 ，NONO 队有小潘潘、NONO。三队会有怎样爆笑的演出呢？内容精彩，千万不要错过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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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你敲，你要敲对呢，你不要敲到丰胸的，我妈已经受不了。啊，你现在爱被叫不？加西郎啊！全国收视第一的节目广告之后马上登场。好好好，那我们现在啊要邀请到的小天使啊，是我们内埔乡的乡长哦，哦，一起来欢迎乡长。好，在乡丢西做金教孙五六天。对，来来，介绍的。这是天使啊，天使吧？我跟你讲，这不是吴乐天。各位看到他的身材哦。那如果他是天使的话，大嫂在问了，如果是天使的话，他的翅膀一定要很大副，还飞得起，还飞得起，真的是这边的，刚是乡长，乡长，欢迎欢迎欢迎，六六六六，盖小盖有盖小，我们这是屏东县内埔乡，内埔乡啊，小弟是名叫张文宝啊，张哦，是六六六六，大家大家，张乡长文宝，那我们屏东呢，是是是，内埔这边。出产的农作物神，别的乡镇、别的县市有，我们几乎这边都有。开玩，所以说我们屏东人有咱的有，哎，咱有，人无一定有，对不对？咱无的，别人拢有。所以，阿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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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像屏东什么家贵的你家？对对对对，客家贵对。第一道我们看，那我们第一道是谜底在这边，米头，这什么？屏东可可爷啊，椰子的故乡，对，Coconut 是鸭西鸭西。那我们这边的椰子是很特别，特别甜。哦，真的、哦。所以呢，等一下呢，我是说我们这边有一个达官呐、啊，好，林大哥在主持的，哎呦，椰壳，哇，都可以做一些很厉害的，前面都有对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，我想请各位来比赛剥椰子，剥椰壳，当做第一道菜就对了。对对，好好加油，我们今天冠军呐、啊，还有手机，手机一只，来，在这里，谁送的？潘娜送你的，不信请看，潘娜送你的。Panasonic 的啊，好吧，来，那么我想呢，现在我是想说，请那个林大哥先给我们，哎，林大哥不是在吹牛，他扒椰子啊，根本就是个达人呐、啊，一起邀请头型长得很像椰子的林大哥，请进场，背景都很好，阿亮，哎呦，哎，这里，哎，怎么可能？这个很危险呢，喂，我们家是弱女子。哇！哎呦！天哪！我好怕他的头。哎，大嫂啊，你不能蹲这样啊，因为观众会看到三个椰子啊。我大哥交代我要照顾你。那我不蹲下，我怎么看啊？哦啊，这个椰子还长毛哦。对，嗯。哎，好水啊你，好水啊。各位，没有，这个是要卖到市场去的，然后呢运送到超市啊或干嘛，买回家就这样打开这里，砰一声吸管一插，对，就可以喝了。内行，内行了，是吧？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呢，第一名可以吃椰子大餐，对。第二名呢是那个喝椰子水，烤的椰子水，对。第三名喝椰子醋。对，那个会酸到库巴的。第四名要吃掉这个椰子壳。哦，拜托，唔捌看过槟榔这大粒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场就准备开始了，预备，开始。这样小心，好力哦，这。哟。阿信加油，阿信加油。丢的太重。哎，你们的水跑出来了。哎妈。我们是这一组的，妈，娘啊，那是别人家的。对，我们是这一组的啦。跟狗啃的一样。你们夫妻两个弄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关我婆婆什么事情？我来检查的。都把人家的事讲出来。哎呀，汪总，你太逊了啦！你到底在干嘛啊你？啊？就拍背。啊，拍背，你还好，你没有漏水出来，没有破掉。啊，最笨的是这一组。等一下，这组真的很笨哎。那现在先不说一颗输赢啊，啊，一颗就输赢了。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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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哇，真正是婆媳过招嘞！啊，不啊，你跟我老婆两个这样吵来吵去，一辈子了无宁日啊！他直接拿这个来了，完工的了。我们不是那种人。哎，好了，好了，来，小心，手，抓你嘛，这卡住我，好你嘛，好。一二三，好。耶耶。那我们第二名了啊，对不对？不错，也不错了啦。好，乡长，现在马上跟我们分出胜负了。第一名是 ，NONO 队的。耶。第二名是信哥队。哎，第三名。我们是第三名。第三名你有瓜能够吃，好了，那我们啊，专辑我们第三名，好好加油啊！大餐就在前面了，我们第二名喝，第二名的分量最少，咱们一人一粒。哇，油崩哎！哇，哎那边起来油崩了。哦，汤哎，哇，哎呦，哇，队长，鸭子鲍鱼。
有鸡鲍鱼哦。哎呀，哦。哇！鲍鱼。哇，吃不完，吃不完。妹妹，哎，杨明姐来扶你一下。趁妈不在，我们小两口好好的聊一聊。椰子油饭呢？我们等一下一路上啊，就把这个老的给甩了。但是人在翻帮心在汉，我们这从头到尾在跟人家，你看，哎，茶还够行的先。真假的货，好吃鱼蛋，好吃哦。好吃好吃，吃得过。这错，这错不要弄。你哪国的啦？新哥在说你坏话。哎，你你某你唔得笑甲讲一下。不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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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乖，乖，跟小弟姐来。好可怜哦，可怜哦，让我笑笑笑。于大哥永远不了解他的外遇竟然幸福。哈哈哈哈哈！用喷的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今天啊，一团和气，十字路口来到内埔乡，也就是我们屏东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好好把最美丽的景象画面呈现给大家，好吧？那我们就咱们就端着出发了。好。哎，好，妈呢？妈呀！报应啊！报应啊！邓奶哟！女主啊！他以后不要叫他妈，以后要叫他暴皮小女孩。哎，暴皮小女孩。我们大家都在等你了，那我们就准备出发了哈。我们先预祝我们今天拿到冠军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来来，恭喜恭喜！哎呀，有没有听到这个歌声啊？循着歌声就可以看到人影了，哎，厉害了，都是这边哈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福德印阳和啊，丰年曲豆吟。客家歌唱起来还真有味道，最主要是哈，在他们的福德祠前面唱，更有味道。第三个有味道啊，是我们大姐开玩笑，她从头到尾举手啊，嚯，一毛刮得真干净，好有味道。好了好了，哎，你们是，你们听说是一个团体是吧？哎，对。那几个人？哎，十个人。那不对啊，团体应该是有20个才对啊。为什么团体啊？嗯，哎啊，咋别？所以你们叫做拾取人，拾傻人，拾傻人，拾傻人。客家话就是拾傻人，就是拾傻人，十个人，拾傻人，拾傻人啊，拾傻人。而且他们团员当中啊，第一个规定就是不准吃槟榔，所以他们算每一个牙齿都非常的漂亮，而且。槟榔贵的开了了，但尽量不要吃槟榔啦。哎，那你们有种槟榔哦？有，都有。就是因为没办法，这个是农作物，没错。就跟我们做环保大扫地，千万买你穿那个毛皮有没有？他们是猎杀动物，黑死别样哎，所以这个不行。但是呢，爱斯基摩人可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是一个食物链，可以啊，因为他们生活的工具，它就是要。阿不一波加，还那边给我加冰哟。那你意思是我在是鸡魔人哦？没有没有，你这个是 OK 的 ，OK 吗？对，爆皮这是大哥的情趣，对啊，对啊，他现在没有靠这个爆皮起。我妈今天穿整套的，里面还看不到。啊，真的吗？是怎么样？内裤都是爆皮。哎呦，天哪！这次要小心呐，丁字裤不要再反穿了。然后于大哥还要拿鞭子。哎呦。
你敢看这老不休？没有，那是八哥。啊？真的假的？我戏里面婆媳过招的里面的，他是我老公啊。而且婆媳过招里面床戏最多就属妈跟爸。哎呀，越老的床戏越多，太恐怖了，这样会不会影响收视率啊？就说影响到让他太好，这样不好。轮到我们回敬一首。啊？什么？我们回敬一首。回敬一首什么歌？哎，这样不公平。老师西克。稀客的，等一下，不公平！你们两个都有出唱片呢，没关系，你不是有天我们要再来天生的本钱吗？世界名曲，好不好？马上给一个稀客老师。路边一棵榕树下，是我种红的一片。晴朗的天空，凉爽的风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凡。雕我跟他阴魂不散，加戏啊！于大哥跟他那里背后，没有呀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哦哦，忘了你马子在这边。是哎，不过今天好开心啊，看到他们啊。其实我们来这里是有使命的。刚刚我们是可可椰嘛？哦，可可椰。椰子冰也可以嘛？椰浆西米露。椰子饼干。椰子饼干啊。我马上吃我们的椰子饼干，走了。嚯，有没有看到？跟他们讲，只是要吃个椰子饼干嘛。哇，讲出来怎么那么客气？不是，哎呀，真是。哇，椰子饼干要配什么？随便配了。配小黄瓜喽。你看这个，哎呦，哎，这阿巴，你看看嘛，这个一看就知道超级好吃的啦。嗯，白斩鸭肉。嗯，白斩鸭肉呀。他在问，他在问这样。对对对，那个九层塔。哎呦。哎呦喂！给儿子先吃。我这样，万一会中毒的话，我已经半个钟头没事，你们再吃。好不好吃？好吃啊！哦。哎呦，三、四千、五千了，要走快快快快！你要去哪里了？你要去哪里了？快点的！接着拍广告之后还有更爆笑的哦。哎呦，棒球队，这家美和棒球队。啊，不管干看哪子。大哥，教练啦。对对对，你好你好。哦，你好。我看你足严肃的，啊，看着我拢变拢笑呢。所以这个是对事不对人。你教年轻的，你要看到大明星就会比较开朗。哇，黄敏仁呐，我当家。啊，我们一起来啊！来哦，来，要来，不要要来啊！黄敏仁，上面拢无运动细胞上好，看到田径队对不？对啊，好嘞。但是人也心肝有一个肌腱，对啊，肌肉，肌腱身超贵死啊！贵死！那个教练跟这个我们棒球队教一个这个最新的热身操。那请他们还是刚刚一样的伴侣。那你在前面哦，我在前面。来，预备起，情人，情人，我怎么能够忘记那午夜甜美的歌声？啊！哇！所以哦，做什么代志都爱学习。因为我讲黄敏仁，佮在高音乐也袂晓跳舞，只能佮好跳。所以我们要在歌坛生存，就要突破。哎，啊，只能要比速度哦。比速度。比速度。对啊，球速。蛮少见啦。我听见你。掌声鼓励。现在我们来比这个球速，投球的球速。那怎么比啊？你看一个人连续投三个，连续投三个，对，然后累计看他谁的速度当中是最快的。这个，哎呦，这是测速枪，测速枪是我们学校的测速枪。哎，对，就用这个测速度上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谁先来呢？选手先好。好，好，好，那那个美女已经变这样。
选手投出第一球。哎呦！我发你了，不用躲，不用躲，对吧？看看肩膀哦，来啊！多少？对，最快六十，最快六十，对，六十英里，60英里啊，英里，对，60英里，对，60英里，没错。很简单，对，我青菜吗？还不一定啊，我也没测过。你好哦，你好哦。你是我的情人，你丢了多久啊？你把我当孽鱼呢？教练，加快！我想，我想请教教练一个问题。因为一无是处啊，一无是处就这个啦。你是我的情人，你这样对我，你是我的情人，怎么可以用球丢我？哎，我的手扭到了，现在要问他又是在哪里？他刚唱的只有第一句是正确的哈。对了，那个我们来宣布刚刚的球速比赛啊，我也想比赛球速比赛。那刚刚我们的球员他的速度是60英里，对，60英里。那别哥的他的球速最高是58啊，58啊，那还好啊。那两英里速度就差很多了，差很多呀。对啊，哎，说了吧。一点点，对，差一点。哎，好了，我们美和棒球队哈，平手，因为他也让我扭到，他也让我扭到啊。那我们刚刚，那两位这么辛苦了，我看我们拿个饮料让你们解渴一下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哦。本来茶饮，他因为录制的影视。哎，这影视比干部讲的，这不是，这是我们屏东出产的椰子水。这椰子，哎呦，你唔早讲啊！你若早讲，我就叫你破梗，哪你无讲啊？安尼，咱等到吃啥？可以，现在椰子水，哎，来，扛拜椰子水，扛拜，外星瓜给扛拜啊，今天有，我你报恩的时候了，你是我的扛拜，对，来，教练，当心了啊，来，到底来，扛拜，是吧？叮咚一下，叮咚，哎呦，来。知道是庄主，对呀，分量，哎，邓伟，你好，你已经是柯家庄的庄主，是，你好，柯老板，你姓柯吗？你好，姓柯，哦，难怪哦，叫柯家庄，你们这个柯家庄有什么特色？看到这边主要都是游客呢，都是鸡，哎，对他们这边休闲地方。哦，那话说鸡家庄的话，啊，鸡家庄，鸡家庄拍天，因为鸡家庄我都给卡称嘛，拍天哦，还有是瓜嘎蒸哦，对，客家庄的，对，啊，都是鸡的料理，对，都鸡的料理，而且现杀，现杀吗？而且要自己抓，啊，自己抓自己杀，所以属于半抓鸡了，对吧？对，阿尼哦，抓鸡他最厉害，对，因为我以前呢，曾经在这个外勤，喂，卖我别逛了，鸡都抓一下啊。哎，你从那边围，我从这边围。我也要抓。围起来，我帮你赶。你别让给啊，不要。我抓鸡哎！老板，各老板，你过来。哎，你在哪里啊？他们两只是好兄弟。
真的吗？他两个哥俩好，从小都带革命情感，所以他不准人家抓这一只。真的吗？哎，他还会躲你。真的吗？因为他会保护。那我马上放假了。然后你们两个在一起。对。他不高兴的哦，注意看哦。不高兴。你看，他会保护他。我不相信，不相信你在抓。真的吗？那我抓别只看看好了。抓别只，他就不理你了。哎呦！不管你。也黑白嘞，那两只。我帮你挡着。哦，还你！不叫了，不叫了，没关系，吃别只好了。好，我们帮你撸，好不好？吃别只好了啦。哎呀，这样做起来是好好残忍的感觉。我还是去坐在餐厅里面等你煮好，这样比较好，好不好？好，不错，来来来来来，是椰香鸡啦，好，最好的。我们一定要让你吃到哈。搓八搓八，来来来，这也是我们的药膳，因为我们这药膳在我们这边是最有名的，那很多人都从远西方来，甚至有些从台北下来的，他们只要一回到别墅，一定来吃我们的药膳。在干嘛？我要看一下，先起的年纪。给出来。哦。嘿。赞哦。这里最后聊。哎呀，也是你们管理啊。哎呀，是这个也是我买的。椰香鸡，来来来，我帮你弄一块鸡肉。哎呦，哦，是的，小肉酱哦。好饱满哦，看你那煮。香哎。嗯。从那边，从那边，从那边。哦。长长的了。加肉呢？哇，好吃哎。哎呦，厉害了！哎呀，我们母子三人呐，来到这边呐，榕树下，真的假的？你看看，来来来，哎，你看过了？哎，真的耶！榕树下啊，啊，这个根本就是大嫂的血叫大锅炒了，啊啊啊啊啊大锅菜，拍谁拍谁？大锅炒是公车品，这是吴宗宪的，这是李亚平，不是公车品。炒大肠，太小看我了，我告诉你，哎，姐姐，这长，这榕树下这个树哦，到某一个程度是有树神的，但是啊，大家有没有看到榕树下代表了另外一个寓意？台湾艺能界的不是常青树，它是台湾艺能界的仙人掌。路边一棵榕树下，是我怀念的地方。你跟我打安全帽。晴朗的天空，两山。他妈要打。对呀，这个安全帽。大哥看到他会 K 我。我现在好，他现在好，一旁被 K。不是，跟他无关，跟他无关。无关。啊，歹势，啊，阿妈去订你，哦，笑到流目屎啦，真歹势啦，来，食啊，坐一坐，来来来，菜甲点落去吼，哎，第一次玩，有没有看到？来这里这边，年轻人就是要懂得孝敬父母亲，第一次碗一定要给妈妈，第二次碗要孝敬老婆，我拿第三次碗，有没有？我跟你讲，一根筷子容易折断，一把筷子不容易折断。我跟老婆讲一下话，你知道为什么要把第一次碗哦给妈妈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哎，为什么？因为第一次碗摆在最上面嘛，啊，这个树叶掉进去了什么，有很多风飞沙嘛，你看很脏有没有？啊，这个给妈妈嘛，妈妈在乎也没几年了。好孝顺哦，这个。天哪，赶快吃一吃。哎，哎，来几个小菜哈。啊，我们加一点。干烧大肠，哦，等一秒，等一秒。还有你看这个。大姐，小菜来啊，大姐，小菜来。对不起。哇，本地的小菜。虾米。花菜。路边一棵榕树。路边一棵大锅菜。是的，看看它小菜是一盆的。好啊。卖捞啊。是真的这样子吗？不知道了，可能明星来有优待。这也太优待了吧。这个应该是敌军派来的，怎么可能呢？我们三个人吃这一锅都挂点了，让你挑的啦。哦。啊，每一
按筷子这样先听。我按这筷子还没用过啊。妈，这新的没关系。新的啊，那你，哎，我跟你讲啊，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啊。哎，老板，不好意思，我端去还人家。蛮重的，一二三，小心啊！别太高了，上身上身，怎么了？睡，哎，老板，来，我刚才知道你好厉害，他都还没吃，他躲咖啡来吃啊，啊，干烧大肠啊，谢谢，哇，这一家红了，这一家，哎，谢哥喜欢吃猪皮。炒大肠。哎，对，谢谢。哎，阿健，赶快再切点肉了。啊，懂的。哦，好好吃哦。切一下来。好。我们就叮咚叮咚了，干烧大肠，好不好？各位，行家的选择。钢管秀来。来，康康跳钢管。你练国语就罢了，康康跳钢管秀，康康去冈山跳钢管秀，哎，康康去冈山看，你安呢还敢去唱戏？哈哈哈！广告之后一定要回来哟。咱能够加椰子水啊，椰子水，现在水什么？只要水果有，水果啊，不如那水果冰。啊，头前那两个是七牙八牙，哎，七牙八牙，你这怪，你这渺小。啊，煮，你们是做什么的？我们大概是现场的照阳。啊，现场的照阳人。照阳，对，我们养照阳。一些保育的野生动物，真的啊？对，啊，你这是要给啥好价？嗯，干嘛不？野菜啊，是柿子啊、木瓜、水蜜桃，还有一些梨子之类的东西。水梨哦。对。哎，那叫水梨吗？那叫水梨，好价吗？梨，那叫对，要考虑到后面啊。梨子是国产的，水蜜桃是外国的，对，还是水梨比较好？哦，那要吃国产。你先吃。这么因为我是恐龙嘛，啊，这是恐龙水梨，啊，恐龙让梨，我耳恐龙就行，恐龙来，恐龙，现在看到的是这个暴龙，暴龙不会啊，好累哦，不要录影了，不要，倒不是了。谢谢，不会，水梨，等一下陪我们动物，可以吗？啊，这个是要给动物吃的呢。对，要陪动物。所以，阿公动物，他说要陪动物。真的吗？禽兽跟动物没关系，同类。是吗？对呀。哎，恭维哦。我们小巴，园区的大哥讲话。他会讲。小巴你好。他会讲一些问候。问候。你好。看心情。哎呦。我说。其实我的这个啥，你好吗？我很好。他吃什么？他其实水果。这个可以吗？这个要拿给他可以吗？这个不是给他吃的，这不是给他吃。他可以给他吃一下吗？他还是会吃。他应该吃那种水果吃啊。哎，果仁类的，坚果类的。喂，你很惊喜啦！谢谢 Michael 哟，各位铁路。没有关系啊。好了，拜拜啦！哇，好热闹哦！对啊，这里好多人，这里有在做手工艺品呢。哎，手工艺品，这是做什么？豆皮吗？有点像豆皮耶。那个是豆皮啊。啊，豆皮哦，哦，好香哦。对啊。哦，好香哦。妈妈，你在做什么啊？做这个是那个寿鸡。素鸡哦，哇，素鸡，是老板吗？是老板是啊，你好，老板你好，贵姓啊？我姓李，巴黎的李。啊，巴黎哦，哎，李老板，嘿啊，这是小潘潘，嘿，你好，我是 Lolo。你好，哎，妈妈，你做啊，做素鸡哦。你们这里是专门做素鸡的，还是？素鸡、豆皮、豆干、豆腐。哦，做豆类的哦。哎，对。哦，阿丽阿丽，啊，一张一张那个包起来的话。对啊。啊，然后呢，再拿去蒸哦。煮啊。阿母，我给你倒沙缸。好。
好不好？我是老的啊，我来倒三缸。倒三缸。哎呦，来来来，我来倒。哎呦，甲包寿司同款意思啦，好哦吼，跟寿司同款吼。来，这个是产品啊。安尼哦，哦，安尼做啊。哎，这是产品哦。安尼安尼吃哦。哎，看起来好 Q 哦。真的吗？对啊。这样吃好吧。好。太 Q 啦。哦，哎，里面一层一层的，就像我们。啊，要问导游好的，来问导游哥，酱油哥，蚝油，哎呀，冬后色，冬后色，冬后色，凉拌冬后色，哦，凉拌冬后色，啊，还有这上面，豆腐，哦，这种传统豆腐，这上好吃，这样煮，这样凉拌的才好吃，哎，阿哥上面出来的产品啊，还有豆干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豆浆、豆花，哎呀，真的在哪里啊？带我们去看一下好不好？在哪边？在哪边？哎呦，哇，哎，那边很多呢。哎，来来来来，还那边的，哦，好漂亮哎，哦，好多嘞。是那个鸡丝豆腐乳啊，鸡丝豆腐乳。哎，对对对，太好了。哎，刚刚吃完椰香鸡，吃个鸡丝豆腐乳，讲话买话我讲。豆腐乳。哎，这导入呢？哎，导入。哎，这款呢，最好吃呢。好赞嘞。啊，这还配味啊？这成年嘞，成年嘞。这不配味哈。吃的口齿留香，真的。完全不忘防腐剂，李老板，我感动。任何食品添加，领导，你有在卖无？有，等下我送你。无啦，唔通，无啦，唔好讲送。你安尼者，大家吃过你送了歹势啊，一人送三盒啦吼。好食，你捌吃过哦？好食呢，哦，这真呢，哦，这种香呢，哦，大陆够香啊，哦。哦，这配面头配五碗。对啊。啊，试一下。这鸡丝豆腐乳凉拌。哦，真懂真懂，哎，就那样，那样哎，好吃，好吃。啊，碎了！有没有看到后面都是槟榔？刚刚我讲椰子，你笑我。我没有笑你啦。对，那跟椰子有什么两样？很像，而且它椰子长得好小一颗，像槟榔。它长大的就是椰子。你知道为什么带你来这里吗？但是刚刚吴宗宪也出个笑话，他刚刚讲说那个柠檬是柳丁，我说是柳丁。哎呀，我们小两口多孝顺你，你知道吗？带妈，好了，乖宝贝，来，我们带妈来了，因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我们呢，最近呢，我们存了一点钱，阿妈买了一个房子，想说妈呢，将来晚年就在这边很开心嘛，青山绿水，就是大了，所以说养儿子没有用，有了老婆就忘了娘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要搬出去，要把我赶出去，台北那个房子你还是可以住，啊，屏东这个你也可以住，来来妈，我带你过来看一下。好啊，你先住一个人住在这边哈，我们哈会常过来看你啦哈。啊，你如果想家哈，你就那个哈，台北哈，来吗？你给我直接进去，进去，没啦，没啦，没啦，我跟你们讲，往这边啦，人家跟我们讲说这里有一个很厉害的达人嘛。对呀，他真的很可恶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哎哎，看到这个人啊，哎，是不是穿红格子那一位？底下底下底下，哪里？哎，老板。啊，吴宗宪哦，哈，你好了的嘛，哎呀，见鬼了嘛，哎，阿弟，哎，人家我讲哦，叫我来这催你，你他，啊，你哈，是这样啦，心情不稳定，我，啊，哎，飘飘，这么直接，飘飘，然后你赚很多钱，现在又没钱，哎呀，哎，蛮准的，你知道吗？那房地产二十几栋算钱吗？全部的掉光光。哎呦，你掉几栋？而且办了第二胎、第三胎了。你还缺金啊？你缺水，金水土，金水土，金缺土的人就是不稳定，个性飘飘荡荡，心情这样起起伏伏。哎呀，听大师这一番话，我们心里面是有一些水的人啊，他就是容易得罪人。那你这个有解吗？哦，当然啦。所以我们客家人盖房子后面呢，有化胎，化胎就会放金木水火土来补足每一个不足的家人的不够。所以说像如果说啊，这个命盘哦缺什么，八字缺什么就补什么，用那个啊石头来打造。那你不能光说不练，你赶快带我去。带你去。我们四个人，东西南北兵分四路，好好走，走，一二三，喂，彻底的，你很笨哎。哇，这些石头你别小看呢，它都有磁场哎，这就很适合。这个是木的，哎，绿色的木。啊，我要什么颜色？
你要白色的筋。那我呢？缺土。你缺土，你要黄色的，哎，这一块，哎，这就是土。哦。既然如此，那帮我们做一个好不好？好。哎呦，加加加，这个是你的。我的。好吧，颁奖典礼。好漂亮。它的大草的大小是什么？木。木，哎呦，好漂亮。哎妈，啊，你这个有够水的啦。水啦，挂你身躯做无菜诶。这个是木，木木木，我不是水吗？木跟水啊，后来我再仔细的研判，你缺的木比缺的水多。对，主要。那我可每一块木一块水。哦，可以可以，大嫂。哎哎，没把土都给我。对对，也可以，哎，放在家里变成一种八卦的那个造型。哎呀，我的金呢？在中，我的在。哎呦，我天哪！哎，我有哎，我这个哎，你真好看哎，晶莹剔透，哎呀，还好我是缺金的啦，哎呦，哦，你金在呀，金发，可以在金发，在中央，大嫂戴上可以吗？头太大。我也戴不进去，我也要戴大。老师，你刚刚说他想太多，就这样，因为他头这么大，所以就是那想事。他本来头就大，他聪明，对，想的就多。对，哎，他今天啊，把这个玉石送给我们，还要配合一种叫做长生枝啊，啊，长生枝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这个长生枝，长生枝是我们面家研究的，真的的。哎，客家阿妈，阿妈，阿妈，阿妈也是什么？阿妈，你也缺土。阿妈跟我一样。蔡小姐，长生枝是怎么做的？长生枝啊，艾玉的，哦，艾玉，柠檬啦，柠檬艾玉，酸梅，酸梅，酸梅，哦，柠檬艾玉酸梅这样叫长生枝啊，对。酸的东西吃多的哈，养颜美容，养颜美容，黑油，阿妈她没有救了啦，大概就这样。哎，她这个艾玉是阿妈自己洗的。阿妈，你卖茶叶，你笑哎。美人蕉有用过啊，讲我用过一摆。阿妈，多好人缘。我的那块隔壁讲 A 啊，是水的。对，我后来比对你缺木。不要！啊，可以，尴尬，尴尬啦！老师，他一个也没 A 啦，他一个卖好 A 啦，你们这贵的吗？这一个这贵的。开始角力大战了，我都不爱照啊啦。好嘞哦，好，这里有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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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马上水，好，弄个水。你看，谢谢，他都有花了。谢谢。如果能够到福德瓷器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跟他多聊聊哎。我觉得你们两个有夫妻脸，多聊多聊嘛，多聊聊，拜拜，多聊聊，你就跟他聊聊聊，我们来养，哦，这喝交杯茶，哦，你好，哦，你该跟你该莫离婚嘞，拜托。镜头没拍到我了，哦，那就没拍到了啊，好好好。别走开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欢迎继续收看周日八点档。啊！哦，哎，那两天哦，别再堆了。哎，国乐。组合个蛮特别的，阿里刚没看懂啊，这两个天啊，你是异曲同工之妙啊，卷针，可怜啊，头一点。你好，你好，正正正，哦，哎呀，看到你就要笑咧，哎呦，就要笑，哦，恁正欢喜的呢，对吧？哦，恁是只主乐团哦，啊，那大家拢会样啊，啊，这训练讲足久的啊，啊，只到宪哥也要倒去，恁再甲送一个，哎呦，加点面的，没有啊，厉害呢，啊，这是安那破的。
这不是破的，这叫做银窗啦。啊？这银窗啦，银窗就讲伊那是这完全封闭哦，伊会音造出来。哦。那伊得赶快来维康，让伊音。啊，这边怎样？这阿伯平平胸，来拍一个鼓哈。是哩。我来要讲到机。目屎都飞袂哩。阿姐你啊，有一个秘密哦。哎，真好听哎。有一个秘密，每离开想也是你。伴奏者。明在你心，用我最深。但是我们吃水泥呢，对吧？你叫李亚，李亚成无？李亚什么？有李亚酒哦。李子酒啦。这个给我，安尼倒啊，安尼倒啊。那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好好好，搞。李子酒。嘿，对呀，对呀。啊，这不错。哎，苏贞昌你也来啊？是的，冲，开谁啊？跟你开玩笑，我以后嘛是你安尼哦。他哪会喝的？好啦，好啦，来，谢谢，谢谢。阿来做为了黄品源的唱片大卖，哎，有我出新歌。你是我的情人，多少热情，多少泪。哎呦，很甜哎，很甜，就他们。好，太好了，这个谢千惠小姐，小潘潘。现在已经被同学包围了，好不好？也不知道莫名其妙跑到这边来了。但是最重要，我们来到这边遇到我们演艺圈的一个这个大哥大，是综艺大哥大在那边的，过去找一下他，来跟他打个招呼好不好？身为晚辈的我们要跟他打招呼。哎呦，飞哥，啊，飞哥，你好，你好，飞哥，飞哥来了，掌声鼓励综艺大哥大张飞啊！怎么有空来这里啊？不巧。啊，真的吗？不巧。哎呀呀呀！屏东现在作为这个宣布的战区，你没有听过吗？哦，对啊，这是什么学校？这是大人知识群。这位是张飞吗？他是谁？副校长。你是副校长？是。哎呀哎呀哦，哎，学校学生好热情哦。啊，这个操场上面在干嘛？在玩飞盘。飞盘。对对。哎呀，不要介绍一下教练，教练在哪里啊？哎，教练。哎，你好，你是教练啊？贵姓？双木林哦，林教练，你好，哇，你们在玩飞盘的这几上面，台湾飞盘高尔夫联盟，哎，高温圣姐，你哪算？我们能升飞盘的指准，还有飞盘的敲杆，对，敲杆哦，对，你现在看到那个框框就是我们飞盘的指准，你好，阿伯你表姐要看没？哦，阿伯站在那看，站在那看，哎，对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，没有，好的，没问题哦。昨天晚上就已经准备好了，那个框框哦，哎，旁边大家让一下，小心哦，可以了吗？对，开始！哎呦，进来！哎，掌声鼓励！哎，我觉得你可以去加入他们那个伴侣管理系也不错了。还有，哎，就。你喜欢听笑？再拍一个吸尘器啊！秀带你好，快点表力啊！啊，再来，那我。哥来，那个小潘潘小姐先来，女士优先，记忆片都过关了，太小看我们了，什么叫记忆片都过关？一片好了，才不会难看，一片来，你先来，小潘潘，掌声鼓励。啊，本
能请代表演艺圈跟各位同学说拍谁？新的，来的。这个不是随便丢的啦，对不对？对，要瞄准那个教练，对不对？就瞄准他，然后背板就可以背得进去了。是一百分。站的人不对，小鬼，你去站在那里。啊，你要一直动啊！啊，对对对对。开玩笑，好可爱，你看吧，太好对了，人的问题，是人的问题的，对呀、啊，嘿，哦，那现在我们就第二关的是不是黄天的？哦，来来来，黄天，后面的不要过来了，好嘞，哎，林教练，嘿，飞盘高尔夫的敲杆，敲杆哦，对，现在我们只要拿四面飞盘，只要哦，丢进那个框框里面，链子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往链子打就会，它卡住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好，这样子就算破关了，真的吗？好，加油，不要浪费啊。哎呦，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哦，阿亮，我要，来来来，阿亮没办法哦，进去，来来来，小潘潘看你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好厉害哦！哇，进来进来进来，应该没拍到了哈，镜头没拍到我了，好好那个没拍到了哈，好好好好。给你啊！什么都不会。两片，至少两片。上场，掌声鼓励。太帅啊！我看看你表演吧。用几包啊？去打两个提两罐来咧。啊，我有准备恁一摆的饮料，饮料，来，这是好喝的饮料。我喜欢喝红茶，你要什么？我要，椰子水比较去火。这是半天水。椰子椰，半天水。啊，你看这个啦，这个才是半天水，这个是椰奶。你看这个半天水。好。哎呦，好喝哎。哎呦，太气了，太气了。哎呦，那阿丽娜，哎呦 ，A 罩杯，我天哪，哎呦，这样痛痛啊，有一点痛啊，哎呦，哎，阿丽这起冲啥？你那演菜刀那个不啦？哎，你不要这样随便跟人家讲话，喂，哎，看猫进来拿个盘子接起来哦，小肠刚刚切起来都一半啦，阿丽，伊这是在冲啥？减肥啊，减肥。哎呦天哪，哎，写在那里了，民俗疗法。哦，这样可以减肥啊。疗法刀疗法嘛，你坐一下，你坐一下，不是，我跟你讲啊，来来你，我妈50斤呢，50斤，因为她晚上哈，你为什么这么恨我呢？不是，她让你舒服，我为什么这样得罪你呢？她让你舒服。肥呀，叫你老公不要这样子对我好不好？可以哈，妈，你们不能动，不能动，头会痛。
你看你等我叫于大哥没血，没有啦，你看，见红了见红，赶快离开这，这个看起来面善心恶的，我们往那边看看了，我们要麻字头的，吃吃吃吃，哇，槟榔心，我流血，你头流血了，啊是吗？在后面，在后面好多事，我已经看很开了，没练到。哎，妈咪啊，这个是麻花卷，这个是芝麻辣，芝麻辣，芝麻辣，这不叫这个叫芝麻辣，搞错了吧？跟不上时代，这个叫老芝麻嘛。啊？是芝麻佬还是老芝麻？今天好像皮在痒的。我们破麻吃完，破麻吃完吃。师傅，刀子借我。对，老芝麻。我来刀疗，刀疗法疗哪边？刀疗法。大王赐死。莫了。来，我要聊你的 LP。莫了，来。刀打开。这一包多少钱？来，刀打开来，你讲的正确。你没听到他讲吗？一包六万。你疯了！你抢银行啊！我砍他！你走。哎，抢银行啊！老芝麻一包卖六万哦。对啊，你在老芝麻。对不对？我来砍就好。卖六万太贵了啦。贵了。啊，那这样好了。六十。他还说不问。六十好不好？六十啊。对呀，您是来啊？到底是多少嘛？到底是多少钱？六十啦，怎么可能六万？亚西啦，对不对？敲你啦，老芝麻，小心哦，很厉哦。这个叫老芝麻。嗯，真的果然很老哈。叫芝麻佬啊？对，芝麻佬，真的。哦，啊，闽南语叫麻肉啦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麻烙，麻烙。你真的没有学问的。你知道有一种舞蹈是这种的吗？脚不能动啊，有没有？这个你会吗？会啊，当然会。真的。我们三个身上都没有带钱，我们就慢慢用闪拖的，一边七。这样子会被人家发现。赚六万的了，走了。台湾之宝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半把刀，啥半把刀哦？哎，这奇怪，哎，有人爹吗？有人爹，哎呦，黑胶唱片呢？哎，你好，我是康康啦。哦，啊，这王炳源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台湾之宝的你哦。哪有？哎呦，是嘛？咱头家是一手家呢。我今摆主要咧去一个，一站明城堂，要来盖迄个罗汉堂。啊，你后边写这是什么？这就是算计搞啊，我都调联盟啊。啊，你这也什么？这是一站明城堂。哦。啊，今麦吼，差不多使用啊，我今麦来盖。这是咱今麦规划是。哎，这是规划盖。对，这是台湾民众。啊，咱多少时？咱来个，你若行到这来，我著看到一个所在，讲台湾之宝，我是讲是咧卖食，卖食哦，我是食梨子酒啦，啊有酒啥？无安尼啦，等下阮著要食饭的时阵吼，你较艰苦的，我煮一个阮的家常菜，歹势，靠家常。啊，你讲你要接一个酒啥？我是用那个凤梨酒糟。那个吴国语，酒糟鱼，酒糟吴国语，对，不一样的，可以吗？我们是用凤梨的哦。那你还坐在这里干嘛？我妹妹在那边，哎，你的肉在那边啊，妹妹，你已经结婚了。好了，这样好了，今年还没有结婚。
那舍不得。不谈风月。来了，那我们就好带你过去看看，好不好？哎，不好意思。哎，阿哥，我记得呢。哦，这个叫啥啦？豆卡。这应该豆卡。对对对。啊，你也在做艺术家，也在做艺术家哦。哎呦，豆卡。这个最贵。这个你那个在这个你也无敢上。这就是九招，九招，这就是咱的客家话的那种“功比九招无过瘾”。九招无过瘾，来来来，啊，我就不客气啊，卖客气，卖客气，然后再给你尝一尝我们的客家汤。哎，加点客家，哪个？哦，客家。所以我们来几遍的三个菜单。啊，今天哎，真的。你好，哎，三个人啊，三个人，哎，你好，我是你好，这个是我的 baby， 哎，贵姓啊，大哥，你好，冰城。陈老，陈大哥，嘿，小潘潘，哇，你好，哎，我们听到很多这个是鸟叫还是什么鸡？不是，是鸟哎，鸟，对，对，什么？你们这里在养鸟吗？哎，我们这边养的是鹌鹑。啊，你们养很多？哎，对，养的非常的多。真的吗？哎，可不可以带我们去看一下？好，好不好？来，跟着你。哦，哇，好多！哎，它怎么是同样一种颜色啊？有色盲哦，明明有黑有白。真的吗？哦，啊，这养这么多要干嘛？生就是负责生蛋而已。它不是，它最主要是肉用的。啊，那刚刚你们有接一个水什么，对不对？对，半天水。有一道菜是水晶竹鸡。鹌鹑也叫竹鸡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们这边鹌鹑呢，它活的时候是叫鹌鹑，那杀好的时候是叫竹鸡。竹鸡，然后有调理过的，就有所谓的香槟鸟，有的是烧烤的。香槟鸟哦，对，因为它的黄金鸟啊，然后斑甲，大概都用来做。斑甲，斑甲。眼睛是透明的吗？哎，对，它外面有一点透明。透明的感觉非常好，这样吃会不会很残忍啊？我们赶快去你餐厅吃你的料理好了，因为我再看下去，我怕等下不敢吃。是啊，因为这么可爱，对啊，对啊，好好。哟，这个是水晶竹鸡啊，看起来做起来像糖醋哦。对啊，真的呢。可是它是冰冰凉凉。啊，冰冰凉哦，做凉拌的。对。哎，没吃过呢，吃吃看好不好？一种蛮奇妙的感觉，哎呦，我挖掘。我们来跳探戈好不好？来来预备，嘿，中华队拿到银牌。我是陈思勋，你是哪一位？我是朱木炎。朱木炎，我这个。是吗？我敢啊！真的吗？对啊。那这样玩好吗？试试看好。哎呦，好吃哎！好吃哎！啊！对，加油！哇靠！那这排骨了！人家都全干了，你在干什么？啊！不会留个面子给我们啊？等一下，句子有诈，句子有诈，句子有诈，好，插下嘴。放大卖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欢迎收看周日八点档 Part Three。哎呀，见鬼了！哎呀，你看南部的这个太阳真是漂亮到见鬼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天气好好，果然是阳光美少女哎。我在阳光下都有皱纹了啊！真的吗？别的，我跟你讲哎，皱纹是智慧的象征。对，所以啊，对对对，你的白发是白发是智慧的象征呢，讲错了。对，皱纹是经验的累积。是，像大嫂有皱纹有白发，代表了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所以只能演。他有一点年纪了。哪里有差啊？喂，这是槟榔。刚大嫂也叫椰子，这是椰子，椰子小型的椰子。哇，你们屏东有好多椰子哦，他们叫大粒啊的。哎，香肠好，你好，灌满肠。哎呦，你真好，真正食猪脚就是无同款啊。
哇，万峦乡乡长你好，请问贵姓？我姓徐，徐乡长。哎，今天要考验的是，今天我是万峦乡乡长，是是是。嗯，你是要公布出来啦？徐乡长知名度啊！徐乡长，徐乡长，嘿，徐乡长，大家来受脚，嘿。这是徐老师的特产，经济作物，经济作物。虽然讲槟榔哦，我们如果没有槟榔的话呢，可能农村的经济会破产。对对对。今天来到这边呢，活动呢，要辅导转型呢，最主要是跟槟榔有关的，槟榔餐啊，还有槟榔有些我们在收购槟榔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该知道的东西。哦，槟榔。啊，松了，数槟榔，数槟榔太简单了，你根本。我们请我们乡亲一位，哎，让你们三位好了，是吧？一位让我们三位啊，啊，这怎么好意思？好了好了，在半华，好好好，水先数到100，100颗的，第二起速度，好好，还有准确，正确，好，速度快又准确就算赢。哦，好，那第一关准备了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，英文考上啊，好好好，好，一开始了啊，我们一人数10个，那就丢进去，你们只哎。你们这哎，没有，不要作弊，不要作弊，不能作弊。哨子才来。何必呢？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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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60，100，哎，你记住，我们也100，真的吗？100，不是哦，我算一下啦。真笑哎，又风化了啦，拜托啊。哦，一掌5颗嘛。哎，对，对对，我也是这样弄的，哎呀，是吗？是吗？是6颗了呢，要拿11颗来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哎，吴宗宪，来，刚好100。刚好100，我们的肯定也是100的，算一下。好来，20嘛，你都不止100了吧？30，40。哇，抱歉。50。太多了。60。哎呦，70。80。90。哇。90，你们怎么算的太多了呢？100，我们还超过100。是啦，不是哎，香港你还够忙掉，啊，人我们未开箱的，敢未？是啊，是啊，对呀，我们只不过多10颗而已嘛，你们就在算来算去，40跳60，又回来50跳80，当然会搞错。好了，那第一关我们算输没关系啊。关，好了，我们完成了这个地主队。对对对对。那第二关要，第二关我们抬槟榔。好了，你起万峦乡乡长姓徐嘛？姓徐。你要问几次啊？好，好来抬槟榔啊！这个在这个地方。不容易，你不容易，你不容易，你会红。穿高跟鞋跑这么快，这个锯的就让我来了哈。要不要示范一下？他要锯什么？这个不用示范，那个锯比较多段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是要来锯这个槟榔，看谁锯比较多段，好吧？来，范福这边。不，我你好。黑了，我帮你捅钱。好，一段是吧？好。还没有。看哪个锯得快哈。好，好来。2，3，4，5，6，7，8，9，10。哇靠！那这拍鼓了。人家都全叫你干什么？啊！快点！我留个面子给我们啊！你来弄了，我要去了。啊，真的吗？要这样一下一下吗？你无卡搞我。哎，出来！哎，老婆，我来。到底要怎样嘛？等一下，句子有诈，句子有诈。好，插这嘴。
你继续看，拿你吧，好，可以是吧？好了，今天算是啊，跟我们万峦乡的这个朋友们啊，大家同乐一下，对不对？让我们看到今天的比赛哈，槟榔了，槟榔了，对不对？今天哈，但是啊，乡长啊，我们讲实在话哈，今麦这个是很重要的经济作物，对，没槟榔哈，我们万峦乡这边哈，整个农业可能就是要挂掉了。我是这样讲，我屏东县的槟榔都是以良田、旱田在种植啊，不是在山坡地哦，根本不会影响水土保持啊。了解了，它的须根盘下去的话，反而把那土抓得很紧，根本没有水土保持。听你讲完，我了解。所以说应该政府呢，按照地区的不一样，好，那个那阿里山那边黑的卖山坡地，对，不能卖，不能上这个农作物。屏东县的一定要考虑，你敢夸，好棒，这个节目。寓教于乐，你看，哎，婆婆先给吹起来哦。啊吼，伊人的地头，咱就唔能够反对。开玩笑，无要行出这个砖头，遐老可怜。拜托，新哥，看看我自己得过哪多龟砖头人，对不对？谢谢张楠来了。谢谢。看嘛，看嘛，看嘛，看嘛。哎呀，大家做伙给念出来吼，来，一起念出来，一。大家做伙念嘛。好，啊，这边，这边。啊，这边一二三，宝岛口香糖，宝岛口香糖，哎，宝岛口香糖就槟榔嘛，对呀，哦，阿尼好，阿尼好，那我们现在马上出发去找我们的宝岛口香糖。哎，你来讲关注我，摕一个物件呀，而且这如何关注阿尼路山铁？听讲今仔要升山铁，山铁啊！你敢有法度？山铁，我一下就厉害。你本来假，你吉他手、贝斯手尔，你个。今天我嘛是铅球手，我一下铅球冠军啊！啊，不过那是几年前，那是十五岁的时阵，国中的时候，我国中的时候是中部五线市的冠军。真的吗？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来到屏东灯下。我是康康，这个王炳仁。啊，你好。两公咧三铁啦，是是。你敢要搞我呛声？伊讲伊国中是三铁冠军。你好。哎，可是很久没练了。是是。那我们欢迎到屏东科技大学，认识我们屏东科技大学的关。那我们这里有设了三个关卡。啊，这没有我嘛吼。你一定要过关才会去啊！我一定过关的啦！有可能啊！你看我后边在。哎呦！太棒了！哎呦！你搞不来，这个假的！啊，你请无间道啊！梁朝伟，我无间道的啊！别啦别啦，咱好朋友哦。安尼来，铅球先来。好，来，咱多开始的位铅球先来。来，那我们的选手随意您挑。我挑500头。来来来。欢迎来。我先示范给你们看。他示范，然后你跟他，我跟他。好，你示范。我教你们先怎么丢。好好好。要注意手不要受伤，这样。手不要离开，这样。好了，来，做示范的，做示范，做示范。来，哎呦。丢完他走出来，如果跑出去那就算失败了。哦，所以我让他们跑出去嘛。这个是示范的，别再插。示范的不能插。掌声鼓励一下。越容易照出来。来了。偶像。更搞笑啊，不比聂云高起了。我欺负那琴魔，你准备？不，这足重的，真两个啊。
得偶像。往上，往上，这条，不啦不啦，哎，越土地了。要公平啊，要公平啊，要他抽你。不行不行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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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站着丢就好，我站着丢就好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站着丢就好了。他应该丢这颗，对不对？对。让一下啦。一、二。哎，恁娘嘞吼，袂歹袂歹。袂歹袂歹袂歹。安尼，我赢一个啦。多棒啊！点六，行啊！很行。加油加油！你要用哪里？加油！我都可以的，反正我都会输啊。哎，阿你真正有胆呢！好看无，教练？顶来顶来，搁一台个台，来了哦，水啦！九公尺，请问医务室在哪里？啊、我的手已经脱臼、啊，还不错啦哦。哎，你比那个你们赢的。来过来的，来过来第二关哈，我们只要以赶快有一个人，好，然后标枪，然后呢，学生，这个顺过关。学生，当然学生没输过那个。没了，学生专注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这个标枪比赛开始。好。哎、欸。哦。哎、欸，用呢？他外号叫什么？大只佬哦，大只佬不能拍续集，无间道可以，无间道二嘛，大只佬二就很难听了，对吧？所以大只佬不能拍续集，对不对？嗯，赞哦，来，给他加油。我无法度啦，我甲迄个教练共款袂当露脸，我在咱人边啊甲你看。来，阿志基哦，钢管秀来，康康跳钢管，哈哈哈哈哈，你多上，你也多宇宙吧，康跳钢管钢管秀，康康去干山跳钢管秀，哎。康康去冈山看。你安尼，你安尼还敢出手？你出台语好啊，演员拢同款啊。没事吗？来，我们给品源掌声鼓励。你是咧入屁啊！我带咱快转。认真的哦。插住你刚刚没有插住，没有枪头着地就有，真的吗？
恭喜你们过了关。那今天公布我们的米酒，我们米酒是宝岛口香糖。谢谢谢谢谢谢，老师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大家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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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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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拿着我们的米角，这位，请问你是？我是竹田国小的校长，校长贵姓啊？严严哦，严校长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这是小潘潘，哎，竹田国小的校长啊，这个算是屏东的，也在榜啊，校长哎，谢谢谢谢，啊，校长，你今年还没结婚的哈？今年还没啊，今年还没。哦，很开朗哦。后面这是什么团体啊？大家都穿一样的制服。我们社区的妈妈。社区的妈妈是跳土王舞的吗？真的吗？今天要玩游戏吗？是不是？对。No No 队挑战规则：两人与社区妈妈分组对抗，三战两胜即可过关，否则就要接受惩罚。跟两位说我们这个游戏的规则。以这个球棒做圆轴，原地转五圈。五圈。圈转完之后，去那边跳绳，跳五下，好，然后回来传给第二个人，好，交棒，然后他看哪一队两位，两位先完成就赢了，是不是？两队哪一队先完成？哦，好好好好，来，好，第一阶段加油，好，你妈妈你可以了哈，可以，加油哈，预备，开始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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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、四圈。五圈啊！跳绳快快快快！你要去哪里啦？你要去哪里啦？快点啦！哦！哎呦，妈妈好了！啊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你们来了！哦，五个！好，比赛结果。妈妈对，我看了，哎呦！哎呀，好，阿林上最快，哦，你好厉害你，哦，你们两个好厉害哦。第二关，第二关是穿穿热，由这个呼啦圈，两个人手牵手，手牵手，从一个人，就穿过去，穿另外一个人。好，从你那边穿过去，穿过去，哎呦，然后你。哦，身材太好，会卡到嘞。哦，好，连续穿三个，三个是不是？先穿过去，完成，那就算获胜是不是？哦，哎呦，三战两胜呢，很刺激呢。好吧，好吧，来。为了我们妈妈们的福利起见，由你来挑啊，真的吗？我来挑，你的福利挑，不要像刚刚你来挑，你来挑，好，我挑我改去骗的，你不懂。安尼我就，安尼就是聚会啊啦。哎呦，安尼哦。哦，你别，你别生安尼啦，你欺负妈妈，人妈妈是吼无烦无恼，食较好对无吼？你爱人敬无礼貌的，爱敬一个较善的，你别生安尼好不好？来，来妈妈来。来来来，哎呦，哦，两个老东西啦，哎呀。预备，开始！快点，快点，快，快，快点，小心！好，一个，快点！快点，快，快，两个！快！耶，三个！耶！耶！哈哈哈哈！啊，没关系，好玩就好了嘛，对不对呀，听妈妈。好了，没关系。好，校长现在一比一平手，很紧张，好不好？最后一关是不是？是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嘿，这个保鲜膜。保鲜膜。等一下。啊，我知道，这叫挤挤乐，对不对？是这拿着，然后用脸把它这样，把它挤破，对不对？哦，那这个我们派美女出。很丑哟，那我来好了啦，好了，好了，我比较帅，不怕。怎么挤？我上次挤这个挤到人家说哇，赶快拍照，好像刘德华这样。后来我不挤了，啊，原来是郭富城啊。
害我太辛苦。对，拍个妈妈出来，对，好不好？那个戴墨镜的妈妈，哎呀，你来了，你来了，你来了，啊，你会不会玩？可以哈，真的吗？预备，开始。这一关是秋妈，哎，张妈妈获胜了。盖结果跟张妈妈胜。哦，啊，完蛋了，校长，三战两胜，我们输两关，我们参与一关怎么办？这边有口红。等一下呢，我把口红吃完。那不要紧，那哎。妈妈擦口红。哎。然后收集。哎。有妈妈的口红。哦，收集跟妈妈的唇印哦。唇印。啊，去哪里都可以哦。可以。哦。好。这是今天给你。这样子哦、喔，啊，这叫福利哦、喔，这是惩罚呢，是惩罚呢，不是福利，但是差蛮多。那这样好了，分配，你亲两个，好，我亲三点，亲三下，好不好？好啊。那个来，那个来，妈妈来，来哦，你刚刚跟我比赛，你害我，害我赢你的，我跟他你亲我一下，我帮你画哦，来来来，阿丽也亲一下，帮你画。在妈妈们的热情支持下，诺诺队顺利获得五个香碗儿。要过关了吗？过关。哦，谢谢妈妈们哦，谢谢。好，阿姐，你看一下，你脚是什么？宝岛。哎，有这种东西哦，宝岛火香肠哎。哎，不错哦，好，去找找看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找这个牌子的火香，宝岛火香肠。好，好，出发。喂啊！喂啊！喂喂！要诅咒啊！什么？啊！啥人会当了解做艺人的悲哀？暗暗流着目屎，嘛是爱吃山老鼠。我情愿是，我情愿是朝天椒。啊？你有办法？无你，你着手干那夹一支来罗啊，对我阿伯给我喊一下。后大卖到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哎呦，鬼啊！哎呦，好惊啊！吃物件就即间啦，来来妈妈，来来来，你先入内底有吼，你爱食拢入内底吼，你的熬肉肥啦，拢有啦吼，啥物拢有，你爱食你做你来看啦，有机肥啦，安尼袂肥料的啦。哎，头家啊，讲照一间迄个店啊吼，有一间会当吃物件入底哈，隔壁哟，啊我唔着车名，讲伫隔壁拢无看的啦，真正。老板。来来来，老皮嫩肉来一道哈！来来来，要坐来，大嫂大嫂来了，这老皮嫩肉哈，就赞嘞。还是我多一种肉尔嘞。啊，不老皮嫩肉啊，有一种肉。啊，不紧啦，青菜啦，行啦，贴来贴来贴。餐具餐具。我们现在煎什么吧？哦，哎，小心小心。一箭发财的。赞赞赞。还有。哎，好，我知道了，可能是羊肉炉，对对对，这个蘸酱，这个蘸酱，黄酱，加点种肉，哎哦，然后哎，记得要做，喂啊，喂啊，喂喂，老鼠肉啊，老鼠，老鼠肉，下面，喂啊，老鼠肉，妈妈请你呀，不要，不吃啦，我两个人太热情啦。你是都回家，整只，而且他还给我们一人一只哎，三只。等等等等等，老板老板，你给我解释一下，这喵出哪里吃的啦？哎呀，搞呀，喵是用吃的一挂龙舟，
哦，你是讲这是甜熟的对吧？甜熟，三毫，吃看看啦，味道不错。这个吃看看，味道不错，味道不错。这个很明显是腿嘛。哦，这个最好吃的，真的吗？腿呀。你讲要笑了，老皮，老皮，你吃一点。我也来一根啦，好不好？我哎，这打死我都不敢吃。是吗？真的，你们跟我讲味道怎样？妈，我先吃。不错了，不错了。但是啊，哦，你看我老婆不是吹牛的。嗯。啊，是这样。怎么样？像。啊，像鸡腿肉，有人专吃头吗？这个，阿杰呢？我这一菜，这不是啊哈，三杯什么？这个也是老鼠啊！各位，我们是真正有诚意的，该客。你吃九个塔。啊，啥人会当了解做艺人的悲哀？暗暗流着目屎，嘛是爱吃山老鼠。我情愿吃朝天椒。啊，你有办法。无你就手干啊，举起来落啊，对我阿伯给我喊一个。天哪！天哪，那个那么辣，你这……我情愿吃它。我这人家就偏咩咧？哎，很辣，朝天椒哎。妈，我不得已。阿兰的多假烧呀。九刀鱼啊，今天要吃啥鱼？九糟鱼，我们这边有一个招牌菜叫做鱼香鲷鱼堡，哎，你们觉得不错吗？可以试试看。他都有在看节目，他还自己会帮我们接。啊，你的衫是不是你好？哎呀，大家拢老公，你有在混人哦？我怪你的那个外遇。啊，无啦，什么外遇？我刚好叫人翕到那个乳沟还是屁沟呢？我无安尼，你在讽刺性格。骨沟啊，骨沟啊，我也不知道，太晓得了。这个叫什么鱼香堡？还有，来一个，来一个吗？来鱼香堡，人家个火锅，你刚好像打篮球。打篮球，我以前是校队，只是说那种爆笑的笑。哎，老板还会搞笑啊？我都是看他的节目不好笑，都帮他学习。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员工更会搞笑。他有没有办法？有一把吉他可以让我们唱个歌。哎，吉他哦，我们应有尽有呢。我们这是万能公司呢。好，一般人都以为我不会弹吉他。你笑哈会啊？你足牛哟，我你等你弹哦。本公司胡经理柜台很广阔。对了，你笑。你是我的老师，你音调不咋准呢。音不准。韩品源自弹自唱好不好？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，她的名字叫做小薇。我多爱你，阿哥唱。我要带你，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。好，齐秦，齐秦哦。看那青青落叶叶，这一个一方，谁说是为你？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真的啊？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很好听，从副歌来好不好？我来带动好了，好不好？决定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没有说一句话就走。我也许会在另一个爱情的世界里继续。胡瓜炒栗，美，哎呀，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
人家当勇。你要去唱《康熙来了》哦，我教你哦。好了好了。韩都啊，我两个也靠腰，所以你来传这玩家。假讲诶，唱足好诶呢。这我这对单杠较长啊，伊啊要怎？安尼哦，嗯，鱼香鲷鱼堡，安尼一斤要偌济？这一斤卡150块。真的哦。哎，对对对。你讲这啥？鲷鱼。哎，对，那是鲷鱼。你要喝不要？嗯，好吃好吃。哎，有放假卡卡出来阿英。来来，塞下去啦！我不会抽啊，塞下去啦！你遐，咱来遐逛，来走走走，这里逛逛。哦，很漂亮哎，你看这个车站真的很有味道哦，而且好干净，好棒哦。对啊，大家这个有空啊，周休二日的时候，咱台湾就最后去走的车站哦。竹田车站在屏东，好不好？来，一定要来。什么声音？哎，那里有一只狗。哎，真的耶！好像拖着东西呢。看一下，我去看一下，应该不会咬的。这种是导盲猫。这个椅子是不是要叫你坐上去，要带你兜风？这么有钱。哎呦，哎，他在卖饮料啦，对不对？卖饮料。他在卖饮料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跟那个夜市一样，夜市卖那种 CD 有没有？对。那种有一些是那种就是盗版还是没有人雇的摊贩在那边，你过去钱丢了，然后拿几片就丢，这叫良心事业。对。哎，那我们看有没有人可以喝？哎。鸡蛋蜜豆奶，刚好哎，鸡蛋蜜豆奶，我们拿鸡蛋蜜豆奶。果果，嘿，我们两个哈蜜鸡蛋蜜豆奶哈，哎，你们听我讲，我高兴，两瓶哈，两瓶20，啊，我拿50哈，啊放进去，哦，啊再找150嘛，哦，找100，哎，找150，哈，对了哈，哎，150，好，谢谢，来请。对啊，老板，哎喏，啊你也要哦，啊不过请你一罐啦，哎这是50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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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这款正常演的，袂使欺骗狗啊啦，真的哦，安尼吼，歹势安尼，啊无行李好啊，走啥走啦，对无？哦，走啥走啦，走啥走，莫共骗啦，嘿啊，哎，安尼足古锥啊，恁来去饲只狗啊，你袂凉的？我都帮忙佚佗啊，帮佚佗哦，啊，很乖的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叫葫芦，葫芦哦，安尼规矩，哎，我三十卖走啊。 这个你叫伊啊，你稍微慢，你去你坐，叫个。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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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天吗？可以可以。你小心啊，不要曝光嘛。对，那不要动，啊你头前甲顾咧，啊你去哩，啊你坐好势哦，小心哦小心小心，啊我先敬你好啊，先领钱，啊那那下那。谢谢。好，啊你啊是车头坐一日喏吼，哎，再一下再坐一日。好。哎呦哎呦，哎。 我先站起来，大家我先站起来。跳狗妹妹，各位亲爱乡亲土豆兄弟姊妹，登记第四号谢千惠小姐，谢千惠小姐，大家来拜托，拜托拜托，兄弟，我们也是最亲的一票，然后第四号谢千惠小潘潘，拜托拜托，拜托拜托，哎呦哦，哎好可爱嘞。好，这个台湾口香糖。 电影跟郑伊健对打，你是坏人，你应该真的。规个困难。哎呦！你这讲话要较紧的，好无？你还玩大一种困难，你个讲渣。你唔通讲的话，我做过空姐。广告之后一定要回来哟。 哎，老板娘，是，我是康康。哎呦，关长，温家，您叫什么？那个宝岛口香糖，有就是槟榔嘛，你槟榔西施嘛，哦，没有啦，你看我样子像西施。没有啦，开玩笑啦，啊不，那是槟榔东西。哈哈哈哈哈！但是比面鱼还好吃，我也喜欢。好，来，那我们要吃什么？哎呦。 哎，我第一道看了槟榔的那个色彩呢。哦，这个是槟榔的蜜饯。蜜饯哦。啊，这冰。这个我看过了。槟榔花。啊，这个呢？就是我们传统的客家大餐，姜丝大餐。姜丝炒大餐。对对对对。这你还过？恭喜。
茸草竹虫，草茸草竹虫，茸草竹虫，茸草竹虫。然后来这一道菜是就是你要写两句半天笋，就是槟榔，槟榔半天笋。你对了，我们不要，我你讲叫我二哥吃啊，我只是要看槟榔花。这槟榔花哦，槟榔花它有一个季节性。你是我的槟榔花，唱一遍呐、啊。你是我的槟榔花，我不会唱了。就比玉光花没有这槟这个槟榔花，它有一个季节哦，它是四月到十月份的时候，那个槟榔的花就是还包在那个笋里面的时候，还没有就是还没有开花的时候才能采收，不然会太老。嗯，好好吃哦。哎。那我们这个就可以接的啦、啊，宝岛口香糖、啊。宝岛口香糖就是这个啊，但我们一定要厚水果，我们一定要吃一个，才能够去敲锣啊，才能够敲锣才能得第一名，得第一名表示你的专辑会大卖，卖第一名，超级卖。嗯，超级。我都没变啊，你没变，这样好。好，这个台湾口香糖。这个跟那个，这个跟那个一般的槟榔，你要吃下去啊！你那个电影跟郑伊健对打，你是坏人，你离开这里。没有加蜜饯就很特殊。蜜饯。刚刚你没有加蜜饯，味道很香。啊，吃下去为什么脸会变很凶啊？啊，这个骨也吞了嘛，整个吞下去了。可是你扎，骨也吞了。扎、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表示好吃啊，好吃可以，没有，这是表示说这槟榔很嫩。哦。很嫩，你才可以吞下去。你这讲话要较紧的哦，你系阮大一顿吞了，你才讲渣。没有。你忙动的话，我们这位空姐哦。哎哎，好好吃哎，好好吃。真的很好吃。对对对，我们去敲锣，去敲锣，敲锣敲锣。哎哎，你敢知我多久无敲锣？今天啊，半年啊。哎呦，今仔日碰你，我记来敲锣哎。那我们就是冠军了。啊，你应该是你的唱片大卖哦。今天啊，今天今天，啊，你这台唱片。加工作者制作人哦，有啥物啦？五百啊，我还笑。五百嘛，帮我。真的假啦？有一首台语歌叫《白鹭鸶》，我把下来。哦，阿个舞雄啊。舞雄嘛，我下。阿个舞上。真济啊，小虫啊。你这样太好啊，对吧？够好。礼拜啊，你阿盖哪位？各位出专辑哦。你给他下一个，你给他下一个。阿你有你，阿你咱今冠军呢？冠军啊！哎，我将挂冠的虎哦，来。站在那边，我就像依赖，挥霍着眼泪，对错归零，出发再了解，开始吧，狂奔的起跑线，是倔强的，连坚持着。